四哥以后啊，就是这帮拉布拉多的舅舅啊，俺家老大的宝宝的舅舅啊。狗狗几天呼吸有点卡卡的声音，怎么治疗啊？不知道啊，你得上医院啊。咱直播间不是宠物医院，兄弟们啊。我其实我狗屁不是，我都不如俺家老四，俺家老四屁股上坠那两个球啊，兄弟们，我都不如老四那两个球啊，我不懂，兄弟们啊，你们问我不相当于问老四那俩球一样吗？啊，感谢大家啊。咱吧，兄弟们，狗狗生病了呢，咱一定要带狗狗去正规的地方，咱去做检查，知道吧？咱去做检查啊，别听别人说啥，兄弟们，很容易把自己家狗给耽误了。老四，老爷说没毛病吗？老四，老四，老爷说的没毛病吗？四哥，啊，伯纳天纯狗粮咋这么便宜呢？三斤啊，咱家那个狗粮是三斤啊，伯纳天纯三斤的啊，68一袋啊，咋为啥这么便宜呢？没有为啥，就是便宜，兄弟们啊，咱家东西卖的就是便宜啊，为了就是不让大家买贵东西，知道吧？我发现这个小狗啊，有的时候啊，我就想啊，兄弟们啊，有些人呢他就适合买贵东西啊，便宜东西啊是一点不适合他买呀，为啥呀？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知道为啥。咱不直播间卖的东西卖的便宜吧，有人说是假的啊，你就用你的脚后跟想一想啊，我这么多粉丝啊，我卖个假货啊，我犯得上吗，兄弟们啊？你们说三爷爹犯得上吗？然后你再给我举报了他，然后给我封号了啊，我犯得上吗？是不是？三爷坐好了，三爷坐下了，坐好了，不许叫唤啊！三爷不好坐，坐下不许叫唤啊！尤其是狗狗狗粮，我家狗很愿意吃。伯纳天纯幼犬粮有吗？下方小购物车这个狗粮啊，就是小狗就可以吃啊。你要是想买幼犬粮啊，建议你买奶膏啊。什么是奶膏呢？就是我们家三文小的时候，知道吧？他们吃的那个狗粮就叫奶膏，知道吧？啊，咱家小购物车也有奶膏，奶膏就是适合一个月多月左右的小狗吃啊。我给你们上下奶膏啊，兄弟们啊，三你不能叫唤啊，我给你们上下奶膏，奶膏在第几个？三你别叫啊，啊兄弟们，奶膏在最后一个链接，什么样小狗可以吃呢？你家小狗刚满月，知道吧？刚能进食的时候吃这个奶膏。吃到七个月啊，可以吃到七个月啊，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这个奶膏呢非常好啊，非常非常不错。三文，你能不能不叫唤了？爸爸给你跪下啊！你是我亲爹呀，三文呐，啊，你是我亲爹呀，啊，这是我亲哥哥呀，三文呐，啊。你是我活祖宗啊，赛文呐，啊，真事儿的赛文，啊，你坐好了，赛文，我给你跪下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真是整不了你啊，赛文说跪吧，爸爸给你跪下了，赛文，行不行啊？啊？你可别叫唤了，你现在已经四岁了，三万，你马上就要四岁了，你怎么跟那个、啊、老大，你怎么跟那一岁小孩似的呢？啊，
你怎么跟那一岁小孩似的呢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不喜欢你啊。Seven 呢，真跟那一岁小孩儿，马上四岁了，真是的，四岁的 Seven 啊，谁家小狗像他似的呀？啊？欢迎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的直播间啊！感谢咱家榜一，欢迎咱们家的小温柔，这怎么变了呢，兄弟们啊？这快车怎么变了呢？啊，大家给咱俩榜一点点关注啊，谢谢大家伙啊。Seven 现在目前为止能跟他的儿孙打成一片啊， Seven 你太掉价了，你现在 Seven 你现在太掉价了，你啊，是不是老大？老爷说的没毛病吗？感谢善缘，谢谢善缘啊。变白色了，被小迷糊影响了。